好，我想要一份锅巴。那要烧一点在下面点。好呢，土匪锅巴。老板，这个是怎么卖的呀？有十块的、十二的、十二个胡辣肉。那我要一个腊肉的。老板，这个为什么叫土匪锅巴呀？是这边属于湘西那边做的东西，他们湘西不是有名的就土匪吗？就是说叫土匪锅巴。啊、哦，然后就叫土匪锅巴。这个一般要烤几分钟啊，老板？十几分钟。总是吃一些高热量食物，好怕长胖。朋友就给我推荐这个 Fasting 帮我，不仅能记录食物热量，输入个人身高和体重，就可以生成健康报表和专属计划了。还有这个食补计划，能适合自身不同阶段，一边吃一边就能瘦下来。这个每日喝水计划真的很友好，再不怕自己忘记喝水啦。我奔向你的歌声，我听不见，为什么这样子？谢谢老板，里面有土豆丝、腊肉，还有墨西哥丝，还蛮多的。这是健脆咸香咸香的，好好吃。